星期出嚟分享啦。咁之後咧，有弟兄姊妹咧都嚟鼓勵我，我係好開心嘅。不過我係唔係好意思，唔知點樣去表達。咁因為咧對於我嚟講，我覺得阿文文好勇敢啊！上星期，即係其實係好難企喺一個地方去講自己軟弱或者唔能夠嘅地。即係唔能夠做到嘅事，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要出嚟同人去分享我嘅諗法，已經係難到不得了噶啦。對我嚟講，我係好少或者好怕去同人講嘅一個人，所以我覺得文文係好犀利嘅。上個星期，我有時我都會諗，點樣可以去同人講一啲你覺得好唔好嘅事啊，或者你好唔能夠地步呢？好似好冇能力咁。我相比起牧師出嚟講到，或者弟兄姊妹出嚟講一個好有能力嘅見證分享，或者一個人出嚟講神嘅説話去帶信息，作先知講到，比起上嚟好似好冇能力差好多咁樣。大神，今個星期你叫我明白咗一樣嘢咧，就係當我哋能夠去將我哋嘅軟弱咧去分享出嚟嘅時候咧，人咧先會係見到改變。點樣係改變？改變係你要有一個悔改嘅心，然之後你會去有行為去配合去改變。但係亦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好似有一天我媽就問我，佢話你哋其實成日出嚟咧分享講話點樣變點樣變，其實有時即係其實佢話睇唔到，應該都係喺我身上。我諗佢唔會睇唔到，但係只會身上我嗰邊。佢話有時我真係唔係好睇得到咁樣。咁我就同佢講過，我話都需要啲時間，我亦都冇可能一下子就變咗第二個人咁。咁你都驚啦咁。咁佢話咁又係，即係我哋冇可能一啲就算係一啲習慣，你都好難一下子去改變咁，係需要一個時間。如果我哋去分享嘅時候，我哋永遠就係講好嘅嗰方面，即係如果我唔會將我唔能夠軟弱嗰方面講出嚟，其實人唔會睇到一個改變，因為改變係一個比較之下你見到有唔同嘅事。但係神話，如果你願意咁樣做嘅時候，人睇到嘅係等於見到一個牧師出嚟講到，或者係人帶一個信息去話俾你聽嘅，因為人喺你身上見到嗰個係神嘅嗰個榮耀，係同佢嘅一啲你覺得好有能力嘅人出嚟去做同一件事係一樣嘅，因為人喺嗰啲人嘅身上，個神都係彰顯咗嗰個榮耀。當你願意去分享一個改變，或者願意真係將一個軟弱去講嘅時候，神一樣同樣去做呢樣嘢喺你嘅身上。因為人再睇到嘅唔係嗰個你覺得好羞愧或者係好差嗰個狀態嗰個時候，佢見到嘅係即神點樣有一個大能喺你身上。雖然可能是一個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相信靠著神是可以不停地去不斷地去進步。好像即你感覺唱會唱今天很快樂，那歌詞那裡最後那裡說，他說抬頭望向天，你給我這冠冕，抹去我這醜陋的過去，要我改變。你不會發覺有時你覺得當你改變的時候，神幫你拎走你的羞愧，已經你應該要感謝神到五體投地的地步。但是神不單止是這樣，他還會將冠冕來賜給你。那個冠冕是他在你生命上會彰顯他的榮耀之外，是他真的會去祝福你，為你在很多事上面開路，以致你有一個動力去繼續去走下去。我覺得神在近來在我生命裡面都好像很多事有為我去改變啊，去開路，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叫我係再去向前行，可以去繼續靠住佢去改變啦。